Hello，来自全球的伙伴，大家好，现在好，我是鸿儒，非常开心今天有这个机会给鸿儒来主持。我想疫情已经持续1年半的时间了，很多人对未来充满了迷茫，没有任何的方向，更多人因为疫情失去了工作，正在找寻一个可以改变未来的机会。后疫情持续燃烧的当下，我们是否希望能够待在家里，拿着手机就可以增加收入呢？今天晚上的商机说明会即将要引爆全球，这是一个前所未有、史无前例的一个机会，并且这个机会已经重新激发一群创业家来共同参与。接下来为大家邀请的这位主讲贵宾呢，是我们美商凯利二星钻石 Grace 哦。那 Grace 追求自己和家人的梦想，在2004年带着全家人移民加拿大，在2005年开始第一次进入到网络营销的行业。经过10年左右的奋斗，累积了大量的市场行销经验，硕果累累。在我们前平台从零开始打造2个市场，用了2年3个月的时间，荣升总裁钻石哦，最高达到1800局的碰局以上。因为心中一直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一起成功，在一个因缘际会之下呢，认识了我们美商凯利。他在凯利方方面面的一个综合评估之下呢，完全被我们凯利的5大因素所吸引哦。于是当机立断，全力以赴经营我们美商凯利，带领来自全球的团队不断的成长，帮助团队以下的伙伴达到各种星级的董事，在2个月的时间呢，就成为我们凯利的二星钻石。非常开心哦！接下来我们用最热情以及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 Grace 吴来为我们分享今晚的一个商机说明会。有请我们的 Grace，掌声。好的，好，谢谢啊，非常感谢我们主持人陈鸿儒的介绍哈，他真的是非常的优秀，主持起来非常的大方得体哈。今天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可以改变我们未来的一个机会。刚才我们的主持人已经介绍过了，经过深度的考察，好，我转战离开全平台辉煌的那种身份来到这里，从零开始。但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哈，这个世界就是心是最重要的。当我有心在这里全心全意在凯利拓展事业的时候呢，上天也给了我很好的回报。2个月的时间哈，就上了二星钻总裁。当然，这个二星钻总裁不是属于我个人的，是属于我们团队的所有伙伴。因为没有所有伙伴的一起努力，也不可能今天啊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商机能够吸引我破釜沉舟来到这里呢？接下来我打开文件跟大家分享。好，吸引我来到这个平台呢，就是这个5大理由。好。如果没有这个5大理由哈，我是很难说服的。因为呢，这2年的时间，说实在话，也是无数的平台呢出现在我的面前，所有的平台一出现，一个个都会来找我，可能是名声在外嘛，但是呢，我丝毫没有对他们有感觉。但是唯独这一次凯利，真真正正走入了我的内心。为什么可以走入我的内心呢？就是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了5大理由。那第一大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母公司实力实在是太强大了。中国古话有句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的母公司呢是综合实力排名前5名的保健品生产厂家，为 GNC、Costco、Whole Foods、李嘉诚和其他的直销公司等众多企业配方并加工生产。好，并拥有十几项的权威认证和资质，在业界口碑非常的好。大家可以看到右边的这些品牌哈，在不同的渠道在上面销售，有些已经上市哈，而且这些上市的部分的股票呢，后面公司会拿出来，我们母公司会拿出来赠送给我们凯利的钻石总裁。那第二个呢，就是他拥有 SOD
NMN 的原材料工厂，大家都知道市面上很多 NMN 的原材料都从其他地方进口过来的，很少是美国本土生产的啊。我们呢，原料是自己生产的，拥有北美60%以上的 NMN 的原材料原料的供应，所以它有自己的科研博士团队、实验室、产品，从产品的研发、原料生产、产品加工、成品、终端销售，实现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充分节约生产成本，确保产品的性价比。无人能及，这就是我们生产的工厂哈。有兴趣的伙伴可以到我们的总部来参观哈，我们欢迎大家来参观哈，来见证凯利的实力。啊，产品的研发，李嘉诚先生的抗衰老产品初同样就是由我们的母公司研发和生产的。那第三个呢，这是最最吸引我的，就是我们的老板哈，两位创始人真的是。啊，他们的初心，第一个初心是为了让终端消费者吃上重金打造性价比超高的产品。那性价比到底有没有超高，是不是重金打造，你们吃过了就会知道了。因为我们现在收集越来越多的这个产品见证分享给大家，等一下也会有一些嘉宾跟大家分享。二是为了把节约下来的产品成本回馈给消费者，所以纯消费也有机会赚钱，把消费支付进行得更加彻底啊！这到我家门这平台已经2个多月的时间了，现在有一些伙伴过来，确实他们也很想分享，就是没有能力分享，没有人相信他进来，但是呢，他后台也看到钱了哈，就大钱小钱的区别而已了。所以他们也非常的开心，他说哇 Grace 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都没分享居然也有钱拿，我说是因为我们碰到了凯利，我以前也没有遇到过。所以呢，通过这2个多月对创始人的了解呢，可以用这4个成语来形容他们哈：正直、诚信、淳朴、善良、敬业、靠谱、厚德载物。好，跟有德行来说小聪明哈，只能打造小成功，大成功一定要靠德行。所以两个创始人的这种德行让我非常有非常高的安全感，可以长长久久的跟着他们一起打造这样的一个事业。那第二大理由呢，当然是产品了，因为产品是企业的灵魂。刚才平台的实力是我们企业的根基，根基好了，那接下来灵魂要好。我们是全球唯一一家同时拥有16项权威认证的产品，保证了产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独家精密的防伪高科技二维码，再也不用担心吃到假冒伪劣产品，也不用担心产品在物流方面物流环节被调包，给消费者满满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右边的这几个符号很多人可能都没有，以前在其他的平台都没见过我也没见过，特别是这个 Informed Choice， 这个是世界反兴奋剂组织，这说明了什么呢？产品非常非常的安全，安全到世界级的运动员都可以吃的。而我们的产品又非常的有效，因为很多人会害怕，有非常有效的产品，有没有激素，有没有一些重金属成分在里头，所以大家看到这个 Informed Choice 就完完全全放心了，我们没有任何不安全的，而且是纯有机的、纯素的啊。因为我自己吃素12年，说实在话，我还没有吃到任何一家公司的产品上面有纯素的这个标志啊。凯利做到了，所以为什么我跟创始人讲，我说凯利就是我心想事成的平台哈，我心里这2年来心里想什么就来的，真的就来的凯利。那我们16项权威认证大家也顺便认识一下哈，大家可以拍照下来看一下啊，到这你目前所吃的这个营养品里头到底有没有这些认证啊，这些认证是非常，同时能够获得16项权威认证是很难很难得到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产品，这是我们的王牌产品青春丽龄片。所谓青春丽龄片就是让我们快速恢复青春哈。那它特色是什么呢？是美国独家生物发酵法生产的特级的纯贝塔型的 NMN， 不像市面上的 NMN 阿拉法的成分占了60%以上，因为阿拉法不会被身体吸收了，即使你一天一补充1000毫克的 NMN， 你有600毫克的 NMN 不会被身体吸收，反而给身体造成负担。而我们即使你一天补充1000毫克的 NMN， 你依然100%的吸收。第二，精纯度高达 99.92%， 纯度没提高 0.1%， 吸收率提高2到5倍，对身体零负担，吸收的效果仅次于静脉注射。第三，唯一含有108000国际单位的 SOD， 可以有效帮助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因为我们人老就是因为自由基不断不断
累积起来，所以我们慢慢慢慢变就会变老，还会引发各种各样的慢化疾病。所以为什么说衰老本身就是一种慢性疾病，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有这么强的 SOD 在里头呢，可以帮助身体抗氧化、抗碳化、抗光化。第四呢，每瓶含有10万1800毫克的纯 NMN 这个全面激活人体的7条长寿蛋白基因，短期效果非常的明显哈。口腔寒病，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朋友圈哈，一个个伙伴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非常非常好，而且他们不是某一方面改善他们哈，甚至十几个方面，才吃短短1个月的时间，十几个方面都发生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口腔黏膜吸收15秒就可以陆续被身体吸收，有效提升体内的 NAD 加水平，高效防病毒，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因为哈佛大学的圣克莱尔博士也说过，只要我们体内的 NAD 加水平足够高，就不用担心病毒来入侵我们。而且我自己做过白老鼠了，因为上个月有个新冠患者就在我家对面喝茶，当时喝完茶回家以后没几天他就住院了，后面才知道原来他当时已经是有新冠病毒了。但是我没有，我们全家都没有事情哈，因为我们全家都通过这个我们的 SOD 哈，还有 NMN 来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才可以这么健康的出现在大家面前哈。还有唯一获得16项权威认证，产业一体高性价比啊，是尽管市面上有3、4千种的 NMN，每一家公司都说自己好，很正常。但是呢，你能够拿出16项权威认证的，仅此一家，就我们凯利一家，没有第二家可以拿出这么高这么多权威认证产品。所以，我们既然要吃，就要吃安全的产品一定要吃认证比较多的产品吃的比较放心一点。因为其他的 NMN，你根本不知道有没有放什么激素啊、刺激性的成分在里头。那第二款产品呢，叫做多块免疫调节藻蓝益生菌。这个益生菌跟市面上益生菌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独家含有 SOD 的益生菌，帮助清除肠内自由基和宿便，帮助减肥瘦身、皮肤放光。很多人吃完就十几天的时间，皮肤明显放光，脸上干净很多，所以特别脸上有青春痘了赶紧要吃上我们的这个益生菌，帮助他的肠道。清理一下，后面脸上的痘痘也会自然而然消失哈。含有300亿株、11种的活性益生菌，还添加了益生元在里头。独特添加深海红藻矿物精华、有机藻蓝蛋白，含有人体所需72种以上的微量元素，为关节、骨骼、消化系统提供支持哈。这是非常非常难拿到的，所以呢，吃了这一款，你其他抗氧化的物质可以不吃，好。要吃当然也可以，其他的这种多维素善存片也可以不吃，因为这里头已经有72种以上的矿物微量元素了，同时还有 K2、D3 等维他命，这些都是增加产品的协同效应，提高营养的吸收率。临床实验证明，服用一周就可以全方位的快速提升身体的免疫力。那第三个就是脑力健哈，这脑力健也是非常非常，我自己都感觉我的记忆力比以前好了很多哈。独特添加阿尔法 GPC 可以穿透血脑屏障来营养大脑，提升学习和记忆能力，全方位提升大脑的功能。还有特级99.92%高纯度的 NMN，提升脑神经元 NAD 加的水平，修复脑细胞。添加了白藜芦醇、紫檀奇哈，紫檀奇。是被称作二代白藜芦醇，我们8月份也会出来二代白藜芦醇紫檀奇的凝胶也是一代一代的给大家服用，非常非常的好哈。EGCG、肌黄素等有机成分提升协同作用，有效清除脑部的自由基，保护脑神经元，维持大脑年轻的状态，预防老年痴呆效果非常好。因为现在太多太多的老人真的得了老年痴呆症以后，真的生命是没有品质的。那我们今天从现在开始吃上这个产品，我们活到90岁、100岁依然可以耳聪目明，这才是我们真正高品质的人生。同时呢，还可以支持间歇性的进食效果，以及使我们的身体进入酮症的能力。我这几天就是在进食我今天已经进食第4天了效果非常非常的好也瘦了6磅下来。帮助燃烧脂肪以获取能量，促进新陈代谢，恢复苗条身材。大餐前的30分钟服用2粒，
脑力健和一根益生菌可以有效抑制啊卡路里的吸收，帮助体重管理。现在我们北美这边天气夏天来了哈，很多人开始去 BBQ 啊，那去 BBQ 之前，大吃之前呢，一定要先服用2粒的脑力健加一根益生菌，可以不要让你第二天早上起来称一下体重，哇，怎么一下子又重了好几磅哈。那第三大理由呢，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刚才的第二大理由是产品，这三款产品呢，款款都是精品哈。那第三大理由，除了要有企业的灵魂以外，我们还需要超人性化的奖励制度，因为奖励制度才是我们伙伴去分享的一个动力。那他，凯利公司的奖励制度最大的特色叫做210特色，哈，让你不再恐惧，对这个行业不再恐惧。那什么叫二呢？我们先要来解释一下哈。二的含义就是公司给我们两个营运区可以赚到推荐奖、分销奖、对片奖、管理奖和钻石分红，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讲太多后面我们会发给大家我们专门讲解的详解奖励制度、详解产品哈，这些视频我们全部都有哈。一的含义呢，就是如果只经营一个营运区也能够赚大钱，业绩奖除外哈，其他所有奖金都可以赚到，照样上钻石。我自己就是这个例子哈，我目前为止我只经营一个营运区哈，我照样上二星钻石，照样赚大钱哈。我现在的收入已经超过前平台后几个月收入了好几倍以上了哈，所以呢，这个一的含义真的是意义非常非常的重大哈。那零的含义呢，那就是更是绝无仅有，前无古人哈。后面有没有来者我不知道，我估计是很难的，因为很多公司即使想抄袭，如果实力不够的话，也很难达到零的含义哈。公司额外赠送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矩阵福利奖，所有购买套餐的消费者均有机会进入矩阵占位置，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规律系统自动安排占位。矩阵图下面只要有人，好，每个人给你3块钱，人数越多钱就越多，好，这样子就可以帮助低分享零推荐能力的纯消费者也有机会赚到一些钱，完全感动消费者。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消费者已经被感动的，真的是感激涕零了。他说："哇，我真没想到这辈子居然能碰到这么好的平台，我一个人都没分享，居然也有钱进来。"他说："我现在也要努力去分享了，要不然我感觉我对不起公司，对不起老板。"所以完全激发人类善良的天性，哈，喜欢分享的天性，让消费者更有底气、更没有负担的去分享，因为这是他自己真实的故事嘛。所以我们的210特色解决了传统网络营销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只赚积分不赚钱的痛点，这种超人性化的奖励制度自然感动团队、留住团队，还可以帮助团队快速裂变成长。这就为什么短短2个月，我的团队可以超过1000个人哈。我们的伙伴啊，因为有这210的特色，让他们非常有底气的去分享，所以越有底气分享，吸引力就越强，签单的人就越多，所以团队就可以快速的裂变成长。这个世界的财富，是由消费者创造的，消费者在消费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在给公司已经创造业绩的。所以，我们即使零分享拿到了钱，也不叫做不劳而获哈，它还是给公司的业绩带来业绩的。所以，凯利呢是全世界首家真正把消费支付进行的最彻底的公司，真正实现纯消费赚钱。如果愿意分享，那么收入自然大幅度的增加哈，我们消费商的钱包就可以快速的鼓起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哈，这是我最最喜欢的一句话。我们团队的伙伴很多人也都是跟我一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都要发心让伙伴们赚到钱。所以他很用心的去分享，不到1个月的时间，居然月入这个10000美元以上。他说："我自己都没想到，怎么后台会进来这么多钱哈，真的是给他大量的信心。所以加盟凯利就相当于移民到了高福利国家哈。"就光就凭4个字，第一，相信，你要不要相信？第二，你要不要站位？这两个做到了，你就相当于移民到了高福利国家。今天无论我们线上多少岁哈，60岁之前呢，你今天在这里占个位置，到了65岁，你想想看，我绝对绝对可以保证啊，凯利平台给你钱的钱，给你的钱哈，绝对绝对超过你65岁之后政府给你的退休金，一定一定可以做到了哈。我们现在才2个多月哈，这5年下来，3年5年下来，真的未来前景不可限量啊。那第四大理由呢，就是愿景与文化哈。我们凯利呢，不仅仅是一个网络营销的平台，创始人秉持长期主义、平衡共生的企业精神，打造未来凯利的商业帝国，线上消费加上线下体验。所以未来我们会在全球各大城市哈，
开设这品牌馆。那2021年的十一月会进入上海的进博会展示。各位，这个是门槛是非常高的哈，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进去的。打响凯利和 4E 产品的知名度，为后续体验馆的开成为后续体验馆的开路先锋。未来呢，全球各大城市将会开展玉林会的品牌体验馆，就是里面展示我们 4E 公司的100多种产品跟我们凯利的产品，让消费者可以近距离的体验。体验完之后，每个人手机上下载一个 APP 买单，啊，谁介绍你过来体验了，就加在谁下面。啊，非常的公平哈，然后再由公司统一发货部分利润进入凯利钻石股份有限公司，所以我们所有的凯利钻石未来不仅仅可以获得3%的凯利的营业额的3%的分红之外，同时还可以分享这个玉林会的利润和股票收益，前景非常可期，所以这才是真真正正好。长盛不衰的一个管道收入哈，第四大理由哈，凯利呢同时多年来为社区啊弱势群体呢提供优质的营养品，帮助联合国儿童组织、非洲等贫困地区呢提供优质膳食补充营养品，所以我们的慈善的口号是我们关爱、我们分享、我们帮助啊。在基于前面四大的理由，平台的实力哈，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奖励制度和我们的愿景与文化啊。这边做基础之后，再出来一个最恰当的商机，好，这真的是天衣无缝，叫做天时地利人和全部都有了哈。李嘉诚说过一句话，当一个商机出现的时候，如果只有5%的人知道，好，是先知先觉的人，先知先觉的人呢，就可以领导未来财富潮流。大家想想看哈，我们的前平台前面的哈，第一年、第二年加入的这些人，先知先觉的人，是不是他们都赚到的大量的金钱哈，大量的财富，为领导未来财富潮流？那今天我们很有幸碰到凯利，好，成为凯利先知先觉的人，因为凯利2021年1月份才开始正式试运行，现在会员不到5000人，如果按照未来1000万会员来计算，我们都属于0.05%的先知先觉者。各位，这个数字看得真的很心动哈。如果说十几年前的百里如春创造的财富第六波，那么未来十几年或者几十年，NM 将会打造财富第七波哈。关键的问题是你站位了吗？你站位的这些财富跟你才有关系，你不站位，你一直观望，一直犹豫，一直绞尽不来，不好意思。凯利再好，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好，所以大量的事实证明，哈，在凯利的一份投资将会得到健康的身体、年轻的外表、光滑细致的皮肤、源源不断的广大收入。我们在此2个月的这个凯利产品的人，通通都有这样的感受，哈。所以呢，在我们的消费制度远远不一样，因为传统的消费致富是消费加分享，分享成功才有机会赚到一点钱。但是今天我们的消费致富哈，即使你没有口才，没有人脉，哪怕是个哑巴哈，我们把花钱的事变成赚钱的事，大家一起排队来分钱。好，只要你还是一个消费者，你不断的这个在消费我们的产品，就有机会分到钱。好，这就是我们团队伙伴的这个产品见证哈，左边的这张图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伙伴，他是我们一个伙伴的哥哥啊，他原来呢过去呢走路的时候脚后跟就跟针刺痛一样，非常的痛苦哈，走动多了就会更痛，吃了凯利产品才4天时间，脚痛的问题好，脚后跟不再痛了哈，减轻了很多，现在我相信他已经更好了。右边的这位呢是来自我们新加坡的朋友啊，他原来脱发严重哈，大家可从左右下角的这张图就可以看到哈，原来头发稀疏哈，不断的掉发，现在头发浓密。好，说到这里呢，我自己也有很深的感受，因为我现在呢，我昨天无意中因为天气热嘛，我就把这个马尾巴扎起来，头发，哎，怎么突然间就这马尾巴就出了这么多？啊，后面想想，可能我的头发也是长了很多东西，很多头发出来，所以马尾巴一下子就感觉真的出了很多头发出来哈。所以这就是我们凯利产品的魅力。我们线上的很多伙伴几年前就认识我，就是第一张图这个样子，因为湿气很重哈，依然是尽管吃了前平台的很多年的产品，虽然说亚健康有一些改善，但是还是离不开虎背熊腰的那种状态哈，还是湿气很重的。那我们的这产品的湿气祛湿效果，我感觉特别好哈。吃完之后，我的齿痕就不见了哈，身体的湿气就慢慢不见，身体变紧实了。所以呢，穿衣服整整小了2号。
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哈，啊，回到了十二年前的样子。那今天呢，我们要想站位呢，我们只有四种套餐哈，这四种套餐就足够哈大家了。做认真的选择，第一个呢就是479的套餐，然后享受的是8.7折，啊，但是呢分销奖只能拿2袋，啊，居正奖只能拿5成，超出5成的钱你就拿不到了。那第二个是1049，第三2399，第四2999。今天如果线上的朋友，如果你有这个经济条件不是很差的情况下，那我强烈建议买2999套餐，为什么？相当于终身原始性哈，一次性投资，终身一次性原始投资。什么叫原始投资呢？有的人说我这个第二年不是还要复销吗？第二年我可以保证你第二年可以用后台的钱拿来买，就不是原始性投资了。是在凯利里头赚到的钱再拿来买产品，就不是原始性投资了。所以终身原始性一次投资，好，2999，把这些产品拿回家，足够你吃一年。你这一年的 NMN SOD 加上 NMN 吃下来，各位，你年轻十岁，没有年轻15岁，至少年轻十岁以上。我才2个月的时间，我就有这么好的效果。一整年下来，我就不知道我们未来半年之后、一年之后，我们凯利人走出去是多少人羡慕的对象。因为2999套餐相当于6折优惠，这六折不是零售价，是会员价优惠。啊，活跃期呢，12个月，公司送一整年的重效，一整年你只管分享，只管赚钱，好，不要管其他的了。然后呢，矩阵奖可以拿到最高的16成，哈，享受最高待遇，啊，还有分销奖可以拿10袋，啊，这个套餐是性价比最高最高的性价比，哈。所以呢，我们一起来迎接下一轮的财富盛宴。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我相信今天线上很多伙伴，哈。跟我有同样的感觉，被这个五大理由我深深的吸引，然后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接下来我把麦克风呢，交给我们好美丽的主持人，好朱迪，谢谢大家时非常间。感谢我们二星钻石 Grace 的分享哦，这么精辟的讲解，我们公司产品以及我们的商业模 Recording 式 in 和公 progress. 司的以及我们公司的一个文化，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智慧的哦，我们可以在凯利平台呢实现我们的梦想。